318，此生必驾。当你看到这个小标志的时候，就说明你已经在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的门口了。接下来会进入珠峰路，沿途会有几处珠峰观景台，简约打卡后便继续前行。中间会经过传说中的108拐，绕完魔鬼石的108拐，冲击人骄傲的表示。没得咋子干就，结果一下车，哇，这个风太大了。刺骨而疯狂的寒风只用了几秒钟便让我的隐形眼镜风干脱落。想当年圣斗士救雅典娜还得先打败108个名斗士，想看珠峰绕108个弯也只是个开始。继续前进吧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